しいな、あれ。ポンタンだな。ああ。ピピピ、ポンタンだ。哦，那根卡片都没掉。没掉，好的。早上暖啊。暖。暖啊。前面小朋友，但是学 ski 应该没有什么。觉得这种老师都要很有耐心。对啊，教普通班还可以，教小孩子那太可怜了。但是很多都是小孩子啊。应该说小孩子生意可能比较好。爸妈把小孩子就交给他们。奇怪的技巧，还有，他们要接那么多班，然后你看那些那个走错的老师，马上就喊他的名字。对啊，他们技巧叫我记名字，我真的不大行。对啊，然后你问他名字，要是两个都欠，那不就糟糕了？要名字啊，姓就很头痛。好啊，那你要是他是英语系的人，然后一个叫 Lundan。另外一个叫文文，他都不会，他念不出来。外老师都外国人，应该随便念都通。我是说念中文，对吧？你跟他讲个奇怪的音，他可能记不起来。这种可能取了英文名字吧？嗯，有可能。小朋友都有英文名字。亚细亚。问题是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哎，走错边了，是这边。
没看到人，没看到人，没看到人。好，冲吧，你先，我跟你，走走走。我没有，因为你头倒到山上会快停不下来。压下面那只脚，右手压低，左手压低，右手压低，左手压低，右手压低，左手压低。好像是一看那个 pose 就是他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这样太慢了。这里没有，不会是商榷吧？看错人了吗？这里也有橘色的人。
笑。啊？光等这就等好久了。前面，那是那台，有点像。前面，在前面。我要前进的。嗯？没有，已经进去了。好。走我这吗？你可以吗？
初滑り。初滑り。おう、ファーストタイム、ファーストタイム。はい、でも、おう、あと早いですね。雪は、まだ。あ、雪が、うん、まだ。新徳っていう町があるの。新徳タウンね。新徳タウン。新徳。新徳。新徳町。新徳町。新宝町かほら。中で。ね。漢字はこれ？漢字は新ってニューって言うじゃん。はい、新。新しい新。時は。徳はゲット。あ、徳、あ、徳。新徳。新、あ、徳。新徳町。新徳町。これは一番近いスキー場ですか？もっとね、札幌スキー場なんかもっと近いの。ああ、うん、近いんだけど、私ここのシーズン券買っちゃって、シーズン券。安いですね。安いね。ここのシーズンチケット。ただ3万5千円。おだちだけも。シーズン券？はい。チケット買いました。おー、How many days? How many days you stay? 実は、4?4日4日、はい、4日でも申請買っちゃったの。でも 2月来年2月の時また来る。また来てもだってシーズン限定ワンシーズンだよ、うん、はい、オンリーワンシーズンだけど。でも来年のはい、同じシーズン。This season で、うんうんうん、come here で持ってね、はい、あ、そう、はい、でもこのチケットでフランド。ああ、とりあえず使える。OK。安いチケットでもらえます。ああ、ディスカウント。はい。そうや。ああ、そう。あのね、うん、台湾に高い山があるでしょ、で、マウンテンジェイド？マウンテンジェイド。玉っていうの？玉？王みたいな。玉。だってハイエスマウンテン、yeah. 台湾。マウンテンジェイド。たま？同じ感じ。玉と同じ。玉。玉。行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ない。ない。どれくらいいるの？日本には。新宿に How many days? 新宿。2 days。2010年3月に日本。ああ、3月にまた来るのね。2年くらい。新宿は Next time。新宿にも行くんでしょ？いやいや、住んでいる。住んでいる。住んでいる。あ、住んでるの？はい、仕事。あ、新宿に住んでるの？はい、東京で仕事をして。ああ、そう。なんじゃ。Wi-Fi で。No kids. 総家庭の方は大変です。
パズミ子供を育てる、うん、大変です。大変ね。あ大変ね。二人正解はいいで。あのどこのホテル泊まってるの？今日は星野リゾート。はい。そのザタワー？いやザタワー。ああ。三日間はグレイシー？あ？うちグレイシーホテル。グレイシーホテル？はい。あニアヒア。いや。トマム。トマム。トマム。ザタワーイズベリーエクスペンシブ。でも、no, so. 全国旅行支援そんな高くない？お得ね。そんな高くない。一人ずつは6000円だけ。あ、ディスカウント？いや。For 40 people。ワクチン打った3回。あ、ワクチン。あ、全国旅行支援。あ、全国旅行支援。あ、なるほど。使う？あ？使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全国旅行支援。あ、旅行支援。お得、ぜひ3000円のクーポンもらえますね。あ、そう。あ、タコ、あ、タコ、ぜひ、ぜひ。大丈夫。楽しかった。うん、你好，听得到的。好，看信息，看信息，看一下，看信息啊。嗯，我忘了他第一句是在问什么。他第一句问你什么？来孔阿姆，孔阿姆去哪？哦，他想聊天。问了哦，你来几次了？啊，不在啦。怎么不在？这个今天这缆车也很慢啊，走走停停。对，要停。不知道，我随便啦、啊。不然就约休息时间就好了、啊，之后就可以在一起了、啊。约休息时间啊、哦？哎，现在几点？10:40。那11点吃饭呢、啊？就这样啊。那再滑个两次。对啊，我们可能可以滑两次，滑陡的好不好？嗯。11点吃饭，约11点吃饭。哎、欸，他还没，他早餐应该吃很少，他应该可以吃的。我也是很饱、啊。他吃多，我们吃少。走走，有很酸吗？一开始用这种 pose 是会很酸的。不会酸啊。不会酸，那很好，你就继续啊。你刚滑的还不错啊，速度都有控制住。对啊。我说这里也可以这样滑。超慢，欸，超稳超稳，而且不觉得那些粉雪怎么乱，对你不造成影响吗？
你的脚会这样咚一咚一咚一这样，好，你就继续滑，滑右边一点。一点，因为我要跟你的速度，你慢我就得慢。哎，你在抬脚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，很厉害啊。招可以玩，你知道吗？那八字形啊，这样合起来，用夹的力气前进，夹夹，好好好，那算了，嘿嘿，我觉得。啊，这样可以了。听到一个 line。第二个，我觉得他可能去尿尿了吧？怎么办？在这里停一下，我看讯息。两个滴滴滴。你要说上去再回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你就快点。我打嗝都是。四十八分，他传送了贴图。我打嗝都是那个花椰菜那个起价，对。还没收到讯息，我只看到收到。不知道，上去再看。啊、上去，赶快上去。拼死一点就是插这一滑。
让我带你。对啊，可是我的上班怎么找不到？不是上几个，是第几根柱子？啊、你怎么一下学五，还有学四，第二次。他以为是排队的第几个，什么、啊？没有，我一开始我以为是。柱子上有号码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在上面等啊，然后没有看到，我就很奇怪。你比我早。对，我在山上等，然后有人叫我坐。因为今天很多上课的啊，缆车开很慢啊，对，没事就停一下。知道，反正就穿好，然后坐那个车等你，然后坐在那边。然后也是很冷。而且我们刚好看到一个人下桥，我一看他是谁哦，追半天。然后那个人没有说，我们只要发现有一个人，我们就在他后面。然后我们就一直转，然后他两个人，然后也看。那再滑一次还是两次？什么？一次，他就是滑水。哦，好，那滑陡的吧。比较近，是在札幌的东边有一个叫札幌滑雪场。他说他离札幌比较近，但他跑来这边。那应该是在接近左边，那叫什么？代广吗？代广更东边哎、欸。那左边那个叫什么？左边叫什么？旭川啊？不不不，我们预报他会写什么？小詹小木。不是。我只要吃的。啊，石胜。也不是。那个七张。不是啦，高速公路一直说某个道了。哦，我知道。代广。张冠城。张冠对，张冠，张冠在西边一点，就是那个雪场。哦。哦，好像雪真不错哦。还好，还好。他还急吼吼，急吼。因为我没什么。早上我就在那边陪他一直念，因为他说，因为那餐厅是八点开，他就说7:50，然后他又说不行，7:45就要下楼要去排队，因为八点开，不是是怕排队。啊、然后就一到了现场，50个排队啊！然后他就一直念从，你知道我都忍着，因为我就是要吃。然后俊还一人拆一张，说那你去别的地方吃，我要吃这个。他还叫我呛说，你就自己做那个，我跟赖明回去玩。你来的时候啊，那个雪道是有压过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他要压出那个线条才让人好滑、啊。那是 snowboard， 我不觉得太好滑，我觉得他没。你还敢讲？之前你在跟我们白马，我们滑到第一道，你也说哇好好滑啊什么的，你都忘记了。没有摔好吗？我白马的时候比较厉害嘛，我现在已经退到初学者了。不会啊，你不是八方上去吐平，那一开始滑那个面条雪，滑得高兴的要命。我已经忘记了嘞。对啊，还敢讲？我已经忘。
忘记了，觉得那个脑力不是很好。你没有觉得我早上都不讲话吗？你一直念，一直念。有啦，他一定有感觉啦，只是这是他抒发的方式。他还是一直念，这是他抒发的方式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那真的好吃，他那个好了，好好吃就好，是现煎的。啊，你怎么包一个？我今天早上吃的饭团哦，里面都干了，然后把这个肉歪歪就丢掉，我不想吃。对啊，一定很难吃。除非你去微波的，不然都没救了。可是后来没有就吃你这个蛋糕，然后后来吃蛋糕可以吗？可是后来我胃就痛了。吃蛋糕有关系吗？我觉得就甜的，然后又奶茶，香味真的很糟、啊。酸度上升。对，你应该喝那你喝芝麻糊还好。没有喝芝麻，我就先喝一点玉米汤，然后就把我的那个果腹倒进去，哦，我家玉米汤好喝。好，你现在说说看你。然后再我再拿给你。好啊，好，那我吧，我剩下的。你现在说说看，现在肚子饱饱的状况下，你中午想选吃什么？嗯，好像吃不下咖喱，那我吃叉烧饭就好了。还是叉烧饭哦，叉烧饭。他本来想要吃咖喱。下午就很饿，晚上就很饿。饼干咖喱，你觉得那个好？饼干咖喱，饼干咖喱啊，那种。那我们跟咖喱，他就提醒我说、哦，你现在中午吃咖喱，晚上要吃咖喱，还是晚上吃别的？晚上还有什么可以选？汤咖喱啦。还有什么可以选啊？汤咖喱啊。就不知道。那另外一种，我今天路过的贵贵的是 steakhouse 啊，那 steak 你有没有吃？我不要。对啊，我觉得汤咖喱好。汤咖喱。中午吃别的。那我就叉烧饭一碗、啊。那我也叉烧饭啊。哈，这样你们一下子又饿了。不会，因为我们早上吃太饱，所以现在才会想这样选。我早上吃没很饱，所以我可以。可是你可以吃多点。乌龙面那一家、就是。哦，乌龙面不好吃，我吃过了，而且很少。你吃它什么东西？就是乌龙面。对，什么？就乌龙面，清淡乌龙面就这样。淡乌龙面吧，你可能可以点那种什么。对啊。那个炸。我今天一定要吃到鲷鱼烧哦。好啦。一定要，那你中午吃好吗？没有，如果他没卖。他下午会卖光吗？如果他没卖的话，我就吃红豆的。哦，好，我是说你要吃趁早，中午就给他去买。那下午两点的话就被他买，就卖光了。你觉得一楼比较冷，还是二楼比较冷？所以这一套没有比较冷，就滑倒的去吃饭，吃饭啊。你要回哦？还是我多滑一趟，你们先吃好了。好啊，你多滑一趟。对啊。我跟你啊。啊，好啊。你们两个可以去啊。那你提早 OK 吗？可以，我先去尿尿。再等一下。你先尿尿，再稍微等一下，马上帮你点饭。你很快的，我真的很快。那我们再花两次刀。你的不是正用光了？用光啊。反正他们一起记账 啊。好，你也可以先买。对啊，没关系。欠多少付多少的意思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对啊。好。哎，你觉得我真给你的，你觉得你们看，给你的，有六万多。有。我想说，只有这个吗？我还点，我也在想，因为昨天就在推拿、滚球，它就龙角赏析那个防晒，然后你货跟钱对一对就好了。对啊，哈密枕头一颗，对，枕头一颗又加了运费300哦。枕头一颗，两颗，一颗，两颗是我自己，一颗自己买的，那颗就要10000多，对不对？三分之一啊，我二分之一啦，我就想尿尿又饿了。你饿哦？因为早餐吃比较少。啊，对啊，我们太饱了，我们光是那个煎蛋卷就。而且我为了他，我想说要带走，我拿去的，真不给我带走。好啦，下次没好意思，要是对，没好意思，好意思什么？带走？对啊，不会很好意思啊，我他很急的来送盘，然后拿走。还是硬，饭团没救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们都没讲话，你说干嘛？我两个人盯着你。躺在我的板子上。两个都靠过来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屁屁。白屁屁，白屁屁，那个啊，你是哪里有旅游啊？靠，羽绒啊，哪里有羽绒？这两个是羽绒。
哦雨哦，那个是雨桐，理论上可行，理论上可行，没有啊，白熊，白熊，这肯定是台湾人，台湾人喜欢乌龟跟熊，没有，一个喜欢厚厚的东西，就 TIP， 对对对对对对，台湾才有的。啊，一滴滴啊，好，现在可以，你去啊去啊，你后退一点啊，不是 是你的后退，不是下面后退后退后退，好了，有，预备三二一，好，好，抬脚，好，喂，好，抬不起来你，好了没了没了。他有办法固定吗？你有办法固定吗？有，定住不准动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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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拜拜。这双也定不了。现在求你再要拍照。啊？现在还要拍照？我没有啊，我已经收好了。好，走了，走了。啥？你还要再滑一下？对啊，你先走了。你走啊。怎样？路走？你说走？现在先不用吧，吃完饭再弄掉了。真的啊，走吧。好，继续，我跟你。可以，我厉害了，所以我办法跟得很好，跟你同步哦。嘿嘿嘿，好，累累的哈，在喘气吗？不会，我认识你啊。阿少，他脚会痛啊？他听不到哦，他在听音乐嘞。
啊？你说在这里做测试吗？停下来，然后两个人一起站着吗？停下来，停下来。可是这样要调板子哎、欸，很麻烦哎、欸。啊，算了算了，走吧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消化掉了，那些应该要下课，十一点下课。我满脸都头发，我嘴巴也好红。是哦。我头发都要湿掉了。哦，两班小孩子真的是，至少两班以上，就让转车变那么慢。练的就跟我一样，就是，方法感觉差不多像是那样，但是实际上比你想象中更弯。更弯。对，就是你觉得好像我弯下去，对不对？我弯啊，你没有觉得我很弯吗？后面跟看不出来了，但是拍正面的话，我不是那时候一看我自己的影片的时候，哇靠，我根本歪的跟什么一样，就知道我还没有做。姿势不对是吗？就是自以为有弯，但是实际上弯才弯。我觉得我超弯，我已经都讲了。没有，还不够。那我们今天是拍那个，你也要帮我拍哦。嗯。都是直的往下。拍抖得到，而且那个抖得到好像
急忽急忽缓，所以可以拍很长。啊，这一次滑我就看好位置，看一下。那你先帮我拍一次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现在天气好，先拍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现在冷到，哦，还是我先帮你拍。不用不用，因为我怕冷啊，我怕我待会冷手没有办法顶住。嗯，好啊，都可以的。嗯，还算还是你先帮我拍。好好好好，那就抖的。抖的，然后我直的向下是。抖的话哈，你到那个变宽的那个松雪区等着，然后我会让河流注意那边停下来。那很短。河流注意，我会看一下，如果那个。变宽松雪区到河流注意以下没有一个挡住视线的坡度的话，我就可以再往下一点点。是我要滑松雪区是哪边都可以啊，只是那边当出发点。嗯，好像我可以远一点，因为通常有河流的地方会变缓，所以是坡是这样子看得到的状况，而不是这样子我看不到你的状况。所以我应该可以河流注意往下一点点，往下就会被那个缓河挡住，就看不到啦。不是啊，我在缓的地方拍，你在陡的地方开始滑，我一定拍得到你。如果我在陡的地方拍，你在缓的地方开始滑，我就会看不到。那我先出发去等。那上面窄的区根本没办法拍。咻咚，都是拖滑的，拖滑的吗？但是他刚的那个踹的那一下，到底是他快做不会做，还是怎样？没开吧，应该没开吧。嗯，可是有那么盖那么厚吗？之前不是已经被那个，所以雪车变得都是草的，可是。对啊，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那个，我觉得风好像有把这些雪。把那个车子的痕迹吹平一点了，好像没有那么的昨天那么粗的感觉，还是因为现在太阳不够大看不出来，其实已经不松了。那里还有个缆车吗？不对，那个就是平台了。下下，欸，下面是平台还是那个？刚那个还是平台。那个是龙之背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雪道是龙之背，然后更高的缆车。所以龙之背是用脚走上去的。不，龙之背是步兵拱多拉走出来，然后要稍微。步兵平台旁边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真的这样走上去的。然后更高的缆车我们一次都没坐过。因为它没开。嘿呀，下次来我们就可以去。我觉得要先滑龙之背。滑过以后再去坐高的缆车。龙之背我根本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这个。它两个斜度好像三十几，三十。看起来很斜呢。看起来。我觉得龙之背还好呢。龙之背好像它的斜度没有很大，但是它开头比较窄。对。只是心理因素。而且好像龙之背有压雪还是没压雪的话，我先出发，我下去等你。这里开始我都看得到，但是好像河流注意下去那边就有一条线，所以我就说我停在河流注意啊。好，你在这里等。
可以。往下继续滑，滑远一点。右手还。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有障碍，我觉得。其实离他们蛮远的，你要走好边边哦。因为他们很慢，他们会绕来我前面，然后很慢很慢。好了好了，所以好了。其实这一段还可以啊，这一段很长，你要不要？我再帮你录。这啊，不陡，但是你可以做大弯。你哦，你试试，你要用冲的哦，我会到右边那边网子之前一点点，然后回头拍，你可以一路到棒棒之后冲上去这样。
还在打嗝哎、欸，刚打嗝。饱嗝。对啊，是什么味道？没味道，我马上都想到玉子烧。我很浓的清香味，是吗？怕你关。多